台独分裂啊，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，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。党大势大，对党章修改增加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等内容，是对台工作形势和任务的必然要求，体现了全党意志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